好，so 第五题啊，你们看到这几个安哥啊，你们还记得这几个安哥是谁来的吗？还记得吗？这几位啊，帅帅的安哥啊，他们呢其实都是对这个阿拉门拉尤的 concept 给出不同的意见呢，对不对？首先他的问题，他要你们。Namakan tokoh di atas mentarifkan konsep alam Melayu mengikut aspek geografi. Hamdulillah alam Melayu 的这个地理的这个位置都有不同的看法. OK, 首先你要先 namakan tokoh lah, 先命名他们的这个名字. 好像第一个这位 uncle 叫什么名字啊？ 谁知道吗？ 来，陈浩，你懂吗？第一位这个昂哥叫什么名字？Hello 没人知道看回去课本就懂了。OK 这个昂哥叫什么名？他的昂哥叫做Ismail bin Hussein。OK 可以写下来这个昂哥就叫 Ismail bin Hussein。OK 吗，各位？如果你们真的忘记了你们要翻回去你们的课本啊。OK，要读回去了，读回去那个第四跟第五面，对不对？OK，第一名第一位这个叫 Ismail。bin Hussein，OK 吗？各位？给第二位这个呢？是叫做 Nick Hassan Suhaimi bin Nick Abdul Rahman。OK，这个名字比较长。把其实考试的话，如果你写 Nick Hassan Suhaimi 都够了啦，不用再写后面的。OK，然后第三位这个是鬼佬来的，这个叫做 Alfred Russel。OK，Alfred Russel。OK，把这其实很简单的你们看，如果有背第四、第五遍就懂他们的名字的。OK，好，然后 B 的，还有你 Padangkan gambar tokoh di atas dengan peta grafik di sebelah yang，好像你们要画线呢。好像这一个第一位那个他其实 professor 来的啦，把那些Ismail bin Hussein 也是可以了这位 Ismail bin Hussein 他有什么看法呢？对这个阿拉门拉语的这一个地理位置，他的看法是这个第二个图画，就是说从 Cambodia 菲律宾那到印尼那边做整个东南亚啦，都是属于阿拉门拉语。OK，然后第二位这个达杜尼哈桑他的那个解释呢？就是这个了，他觉得阿拉姆莱语呢是从台湾到马达加斯加，一路到 New Zealand、Australia，都是阿拉姆莱语，这个他就很广好像很广。然后第三个 Alfred 的话呢，他的解释呢是地理位置是从也就差不多跟第一个一样啦，就是整个东南亚这样了。OK。来说，发现起来呀，各位，OK 吗？各位，Hello，都没有什么反应了，今天可以那我们来看 C 的，OK，来，陈浩练一下 C 的问题。Nyatakan pendapat tokoh lain tentang konsep alam Melayu berdasarkan aspek geografi. Tuh ada pun sama. Ayah, ni mana jangan cu. Pendapat tokoh lain. Semua tu pendapat. Chen Hao, 你不懂啊？什么是本大坝？下人知道吗？意见。对了，意见。OK。
OK，Toko 呢？什么是 Toko？ 啊，名人。对了，名人或者领袖了啊，请讲出其他名人的意见呐。啊 ，based on 这个啊 concept Ala Melayu 啊，在这个 aspect of geography 这边，哎、啊，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之前有读到了啊，并不只是只有这三位 Toko 罢了，还有另外几位 Toko 的啊，他们也是有不同的意见。OK， 所以我们看一下 answer 啦。啊 ，so 他讲了啊。第八单干本来是干 text， 好了吧？嗯，八单你们 ，OK 啊？你考试不要写这个答案啊！啊，他是说你可以去第四跟第五篇来找那个 answer， OK 啊？说、so、你们可以翻回去第四、第五篇啊 ，OK， 我拉回上去了，第四、第五篇 ，OK， 嗯、啊、，OK 啊，这个刚有聊了，你哈桑啊啊，还有什么啊？这个啦。杜哈迪哈基哈桑啊，你们可以写这个喽啊，这是另外一个领袖。所以他的意见呢是讲啊，阿拉马来语呢是马里布蒂可布朗安马来语听噶斯拉丹泰勒啊，就是从这个马来群岛去到泰国的南部。哎，他的他觉得阿拉马来就是江德吧，哦、啊，就是比较小了啊，他觉得啊。然后 OK， 这个啊 ，Ismail Husin 讲了。阿弗罗瑟也讲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了 ，Dr. Ding Chu Ming， OK， 啊，说他觉得啊，杜尼亚马来语呢包含了 Malaysia、Indonesia、Brunei、Singapore、Selatan Thailand、泰国南部跟菲律宾了 ，OK， 啊，就这样子，好，就这样子罢了 ，OK， 啊，只有五个领袖罢了 ，OK， 啊，我跟你们讲过嘛，哦，最重要的啊，你们要会啊，是在马来伦的这啊读过了啊，考试比较常会问这马来伦读过。OK， 啊，这西方的人还有华人的话就比较少问了。OK， 好，啊，就这样子吧。OK， 应该没问题啊。好 ，OK， 啊，刚才断线了，真的是。好，有听到吗？我刚才讲的，啊，其他的另外两位领袖，啊，应该有听到啊。啊，啊，好，再来看第六题啊。OK， 啊。OK， 第六题这个 statement。OK， 来，一向可以帮我念一下这个 statement 吗？啊，克拉江阿拉姆莱语的。Hello， 你在吗？一向。是，老师等一下。老师，哪一个？来，这个蓝色这个格子里面的字。OK， 克拉江阿拉姆莱语主干母巴干。Kerajaan yang penting dan mempunyai tamadun tinggi yang setanding dengan kerajaan luar yang lain. 嗯，懂什么意思吗？他这个句子在讲这。啊，我，不懂。啊，不懂。OK， 所以他说，有三个羊还很多吗？啊，三个羊。啊，哦，三个羊。OK，OK，啊，好。所以这个阿拉马来语的政府呢，他讲是一个很重要的 kerajaan， 然后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府了。And then 他拥有达马顿丁地啊，很高的文明啊 ，standing， 你们懂什么是 standing 吗？啊 ，standing 就是好像同等的意思啦，啊，同等啊，跟其他外面的国家是同等的啊，就好像啊，之前我们有讲过嘛，啊，你们不要以为克拉加阿拉姆莱就是很啊很差的啊，很最近才有罢了，不是的，而且是阿拉姆莱又他们的历史也是很悠久了的。OK， 好像我们克拉加马来最久的那个啊，就是克拉加福南啊，啊福南在第一世纪就有了。OK， 啊，首先他就有讲了啊，神奈来跟克拉加罗阳十三曼，仍按克拉加阿拉姆莱又把它阿巴分他们啊，就是说还要你讲出啊有什么克拉加罗，还有克拉加阿拉姆莱又在第一世纪就有了了。OK， 阿巴分他们就是第一世纪了。OK 啊，你们佛曼有学过吗？对不对？好、啊，阿巴的意思，好啊，阿巴是司机哦，而他们是第一，所以简单讲就是啊，第一司机。嗯 ，OK， 还记得吗？什么克拉加阿拉马又是第一司机就有了啊啊，就是我们在1.4有讲过的吗？啊，就是克拉加安。啊，福难呐、啊，对不对？啊啊，克拉加安福难 ，OK 啊，除了克拉加安福难之外，还有什么啊啊？还有其他的，这就是克拉加安罗咯，哦、啊，有 Empire Long， 啊，罗马帝国啊 ，Empire Parsi， Empire Kushan， 还有 Dynasty 汉朝，这些都是在第一世纪就有了的国家
OK，啊，可以啊，各位啊，这个在1.4有讲过了，然后你们忘记了，看去1.4啊，然后上面改那个C的 OK 啊，本大巴 Toko Lain 啊，其他的领袖的意见啊，这个 Abdul Hadi Hasan 啊，这个是他的意见哦，就是说阿拉马来语呢是包含了布拉马来语去到斯拉丹泰伦。 然后丁初明的话呢，这个历史学家讲了，阿拉马来语呢是包含了这几个国家了，有 Malaysia 印尼、文莱、 Singapore 泰国南部跟 Philippines 就这样了，OK， 好，现在我们来看 continue B 的问题啊，OK， B 的问题还是什么呢？Nyatakan kegemilangan kerajaan alam Melayu dalam aspek perluasan kuasa. 请讲出 kegemilangan 什么意思呢？ 什么是 kegemilangan 你自己知道吗？ kegemilangan 就是 什么陈涛讲一次 辉煌，对了，请讲出在阿拉马来语的政府里面呢，的一些辉煌史啊，在这个 aspect perluasan kuasa 在这个扩张势力的情况下，他们怎样有这个辉煌 ？OK， 所以答案是这一个了。OK， 陈涛可以帮我练一下这个 B 的答案。 Kerajaan-kerajaan alam Melayu yang masyhur telah berjaya meluaskan kuasanya keluar daripada wilayahnya seperti Kerajaan Funan yang menguasai lembah Mekong, Segenting, Kera dan Selatan Myanmar. OK，所以有一些东南亚的政府已经成功的扩张它的势力，就比如说。 最出名的就是这个 Kerajaan Funan 了 ，OK， 他成功的掌控了什么地方 ？Lembah Mekong 咯 ，OK， 湄公河 ，Segenting Kra，OK， 他这 Kra 他写错了，其实不叫 Kra 了 ，OK， Segenting Kra，K R A 才对 ，OK，K R A，OK，、okay? 还有就是 Selatan Myanmar 缅甸的南部，OK。 所以这个湖南政府就是一个 example 了，在东南亚政府里面是很厉害的 ，Meluaskan kuasa 就是扩张他的势力，就好像原本他的地方是很小的，然后他通过打仗把他地方越弄越大，这个就是 Meluaskan 啊，Meluaskan kuasa 了，扩张势力。OK， 以前的国家，你的领土越大，就证明你越厉害咯，就是这样，你领土越小，就越容易被欺负了。 好，现在我们来看 C 的问题啊 ，OK， pada pendapat anda bagaimanakah kita dapat meneruskan kegemilangan tamadun kerajaan alam Melayu? OK， 没事，你看到 pada pendapat anda 就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是说这一个答案它是没有固定的 ，OK， 因为是你的想法嘛，只要你的答案是 logic 就有分的 ，OK， 所以这种问题我们称它为什么问题？我们称它为 K8T，OK。 看到吗？有个脑的这个标志的，就是 K 八题的。陈涛，你觉得这个 C 的问题还在问什么东西啊？你的意见，我们呢怎样继续这个达马顿格拉加阿拉马来语的辉煌？对了，好，我们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嘛，对不对？我们要怎样去延续我们这个？ 东南亚的这个文明的辉煌史，其实很简单的答案，你就想了，现在怎样才可以让国家变到强大？让人家一听到，哎 ，Malaysia， 那 Malaysia 哇，很厉害的哦，要讲的话有这个东升节，当然 Malaysia 就是要经济要好了，对不对？要可以吸引到很多外国人来了，还有就是。 国家要稳定啊，安全啊，这样咯，或者跟其他国家打好这个关系，这样子的话，国家就肯定会发展了。OK， 所以他这边有几个 point 了，你们可以看看啊，全峰啊，可以帮我练一下吗？
先练这三个 point 先啦。啊。Jangan usaha pembangunan negara serantau alam Melayu menjaga keamanan dan kestabilan negara serantau alam Melayu menjaga nama baik negara serantau alam Melayu. Okay. So,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可以menyokong usaha pembangunan negara， 可以支持国家的发展啊。Okay, menyokong 是支持啊， pembangunan 就是发展。啊 ，negara， 哎，当然你要写 negara， 啊，你要写爸爸们阿拉马来语，什么刀都可以了 ，OK， 啊，三个选一个，或者是我们可以保护我们国家的可阿曼呢，跟可萨比兰，安全跟那个稳定，和平跟稳定，无论是 negara， 什么刀还是阿拉马来都可以，或者我们可以们加个 nama baik negara， 哎，照顾我们国家好的名声呐、啊。啊，我们不要啊，每天唱衰自己的国家啊，要照顾好国家的名声啊啊！还有就是什么 point？ 还有就是下面这两个 point 也是可以写啊，就是啊啊 ，berusaha menjalinkan hubungan baik dengan jiran-jiran negara luar 啊，跟邻国保持着友好关系了啊，好像我们邻国有新加坡啊、Brunei 啊、泰国啊、印尼啊。啊，菲律宾 啊，我们跟他们也是要有这个友好关系了、哦、啊，不要每次吵来吵去，这样子的话，啊，不稳定了。OK， 啊，或者是membantu negara serumpun dalam kepentingan bersama seperti dalam bidang sains, teknologi, kebajikan dan ekonomi。啊，我们也可以互相帮忙啦。啊，我们附近的国家，啊，好像我们附近国家，比如说印尼啊，啊，他们有什么困难的话，我们可以帮忙了，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研究了，无论是在科学方面啊，啊，科技方面啊，福利方面啊，或者是经济方面啊，啊，你们不要以为，哎呀，人家国家他们穷，他们是我们不用理他，不能够的，如果你们不理他们的话，人家他们国家太穷了，那些难民啊，也是会逃到来我们国家，到最后我们自己也是会麻烦的，啊，就这样子了，啊。啊，好像印尼那边每一年都会烧巴的，那烟霾进来啊，我们也是要帮忙印尼去处理了，不然的话，我们每年都中那个烟霾啊，就这样子了啊啊，所以就是这几个 point 啦，啊，都是可以啊，让我们的这个达马敦啊，克拉江阿拉马来又继续的辉煌下去啊。OK， 这边有很多个 point 啦，哦，有五个 point， 当然你们不用全部背它完了，背三个 point 就好了啊。你们背就简单啦，比如说啊，支持国家发展，啊，照顾国家的安全稳定啊，然后照顾好国家的民生啊，背头这三个 point 都可以了啊，很简单。OK， 好，有问题吗，各位？啊，所以第五、第六题我们讲完了 ，OK， 第七题不用做了 ，OK， 第七题不用做啊，好，